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娃。临近开学日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了？所以这一次的欢乐开箱给大家带来的是宿舍必备好物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开。哇哦，哇哦，这个猛男色好可爱啊！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猫咪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开关键。然后这个是小扇叶，后面呢有个小风扇，所以大家可以猜出来，它是一个小空调。这上面是可以加水的，不过这个水槽看起来有点小，我们加一下体验一下。它随机呢是附赠了一根 C 口的充电线啊，我们拿充电宝试一下。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？这里有一个档位啊，如果你轻按一下，这个时候呢它吹出来就是小风扇普通的凉风，但如果你按一下这个小水滴的按钮，它吹出来的就是偏冷风，就是空调风的感觉。如果你上面加的是冰水，它还可以吹出更冷的那种雾气的水，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小空调。这是一档，整体还是比较安静的，然后可以在一个安静的室内使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二档，二档声音就稍微有一点点大了，那其实放在工作场景使用的话，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吵。哇，三档就非常的大，但是三档的风也更强了，就是适合你从外面进来特别的热，然后快速降温。其实有没有水差别还挺明显的，有水更凉，如果你有冰水的话就更嗨了，就真的是一个小空调。然后热的话可以抱着，它里边有4000毫安时的电池，充一次电可以连续的用5个小时。当然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现在挂着一个充电宝，所以拎出去也是可以，但是要注意的是你拎的时候不能把它倒过来，它这边做工还是不太好，有点漏水。不过它正常这里有个小挂兜，所以你可以拎着走，现在它还是有风的。哇，我觉得好好看啊，我买它可能都不是为了要风扇和空调，就是想摆在我桌子上当个装饰，好适合送人呢。这个呢是桌面制冷杯啊，它有一个主机，然后主机非常简单，就只有一个开关的按钮和显示灯，然后呢有一个杯子可以放在里面，这边是一个插座，就这么简单。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就是可以快速制冷。比如说我现在有一瓶矿泉水，它是常温的，那你想喝冰水怎么办？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按一下开关就可以了。哇，我现在已经能听到它旁边的风扇在扇风了。放在里面之后呢，3到5分钟你就可以喝到冰水了。我们来等一下。哇，现在过了1分钟，这个杯子已经明显的很凉了，但里面的水好像还没有特别冰，再等2分钟看一下。OK， 现在已经5分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凉了没有。哇，外面这个杯子已经完全是冰冰凉了。水呢，因为隔着瓶子，其实你能感觉到它比我刚才放进去常温的时候略凉了一点，但是还达不到冰的程度。这个杯子本身呢，它也是一个食品级的铝材质的杯子，然后我们可以把水直接倒进去。我来看一下，直接倒进去是不是能更快一些。那如果你是自己用呢，你就可以把瓶子的水直接倒进杯子里，这样的话它冷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。然后我们再让它冷却个3分钟看一下。 OK， 我来看一下它凉了没有。凉了，但是没有冰，就是杯子是非常冰的，但是水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，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鸡肋，但是呢还是有用的，就是你需要等的时间再久一点。然后如果你自己喝就倒进杯子里，如果你跟别人共用的话，你可以用塑料瓶子或者饮料或者酒都是可以的。如果有些朋友你特别不喜欢喝热水或者常温的水，想喝一点凉一点的冰一点的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考虑的。比如说你外出打球回来，或者说是下了课回来特别的热啊，杯子里的水一倒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换衣服稍微收拾一下，回来就可以喝一杯稍微还是有点冰冰凉的水了，应该会非常的舒服。这个是一个迷你的电熨斗，还送了一个衣架。今天怎么买都是这种粉嫩粉嫩的猛男色。那所有的产品都有别的颜色啊，男生朋友们不要走。好小啊，怎么用啊？我先来研究一下。哦，这长得也不像熨斗啊，拿哪儿呢？哦，哦，是这样的。哇，这个设计好巧妙啊，就是。我刚刚收起来的时候它是很小的，
然后把它卡上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小熨斗，好小啊！这个就是迷你雪糕熨斗，它非常的迷你啊，很便携易用，而且它没有水箱，所以没有什么拖累，适合快速熨烫，迷你发热，一秒烫平。智能控温，就算你忘关电源也不会灼伤衣物。它有多面料适用，比如丝、纤、棉麻都可以熨烫。虽然它很迷你，但是呢，它也是一个尖角的烫头，所以你可以适用于衣服的不同角落。我们来拿个衣服看一下，关哦，热了。它插上电之后直接就亮灯了。然后我这里呢是一个纯棉的衣服，比如我明天要去面试，对吧？或者我要去约会，我这个褶皱不行啊，我试一试能不能给它给熨平了。哎，有效果哎，但因为它很小，所以它加热呢，你需要等它一点点时间。但是加热之后，哎，大家看这个褶皱还是可以熨平的。当然我也可以在上面撒一点水，拿个小水壶喷一点，会更效果更好。哇、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主要是它太小巧了，就特别适合我们。哎，我觉得我可以拿着它出差哎，可以，好热。我真的特别建议大家不要穿那种皱皱巴巴的衣服，会让你整个显得没有精气神儿。即便是我们的衣服很便宜，然后或者说不是名牌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要让它立立正正，这精气神儿要在，所以一个小的熨斗就可以让你的衣服特别的笔挺，还是值得推荐的。这个不错，我可以收一个放在我的行李箱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熨头这里已经有点烫了，所以千万不要烫到自己哦。嗯，这个不错，点赞。遥控器，这个是啥？插线排吗？哇塞，这个长得好奇特呀！啊，你看有好多个插座口，然后呢，这是个台灯，然后它还有开关，就是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插座加台灯加 USB 充电的地方。哇，它还有两个 USB 口，然后呢，两个三座，两个两座，不对，一二三，四个两座，然后这有不同的每个区域的开关，然后这里还是一个小灯。那遥控器是干嘛的？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哦，天哪，还带色温的啊！我看一下这个遥控器，应该是调这个灯的。这里呢是一个小的遥控器，是可以控制这个灯光的，你就可以在你的床上来控制它。比如说这个是10%、50%的亮度和100%的亮度，虽然100%的亮度好像也不是很亮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光太强了，你在宿舍里绝对是够用的。然后它还可以变光，嘿，嘿，哎，怎么直接关掉了？好吧，然后还可以微调。这有加减号可以微调，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定时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学生党朋友的。你可以定时15分钟、30分钟、60分钟，就是到时间它就会关灯，这样就提醒你要睡觉了，不要再刷手机了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辅助你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。所以呢，它就是一个台灯加充电座，然后加可遥控，然后还可以定时，这个绝对是可以买来放在床头或者放在你的办公桌上。另外它背面还有一个支架，也就是你可以把手机或者平板放在这里，哎，再打一个环境光。想象一下，这是你的学习桌，这边你可以放平板或者放手机，然后后面是插线排，然后是个台灯，就是它又让你的桌面减少了很多的空间，就非常的简洁。这个是好物，我觉得可以入。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呢，就是这个。那这个呢是一个洞洞鞋，是匹克家的，匹克太极的洞洞鞋。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，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总是会有一种异味传出，因为大家平常用那种很包脚的鞋，其实久了总是会有异味的，但是洞洞鞋就不会，因为洞洞鞋它非常的接触阳光、接触空气、接触大自然。这款最近风也很大啊，它是一个奶酪冰淇淋的一个配色，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这个中底加完之后，你就走路的时候就特别的软，然后还是就是回弹性特别好。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可以单独拿出来清洗的，所以你也可以不加它，但是加上它走路的脚感会更好。这个为什么推荐呢？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其实很想穿拖鞋或者凉鞋，但是显得不那么的正式，尤其是没有后跟的。那这个就是既可以满足你让你的脚充分的呼吸，另外呢它又是带跟的，就它还是一双鞋，它只不过是一双洞洞鞋，所以你就可以穿着它去图书馆啊，去上课，就不会觉得很突兀或者说很没有礼貌。另外啊，因为它的设计，我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穿搭博主在用它凹造型，就你去拍照的时候也可以拍出不一样的自己啊。另外还有一个跟哆啦 A 梦的联名款，那个是我挺想买的，但是我没买着，就买着了这一款，然后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。然后上脚非常的舒服，这个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入一双，反正就是日常穿嘛，也不贵。好，下一个。哇哦，这个好大哦。
哇哦，这个是一个女生必备的好物，就男生当然也可以送女生啊，就是它是一个化妆品收纳盒，然后打开，哦，它这上面还有灯，有三档不同的灯，就是它有一个大镜子，你化妆的时候就可以用它，然后这两个地方，哇，就这上面你可以放口红，有小格子，然后可以放自己的口红啊，然后这个地方因为它比较深，你可以放一些水啊、乳啊之类的，然后这底下有抽屉，可以打开，可以放一些小物件，比如说小的这个装饰品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比较深的，但是它这个不是很好拉，喂喂喂，然后底下你可以放面膜，然后两侧你可以挂你的耳钉啊、项链啊一些小的挂件，所以它的真的特别特别能装。但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整体的就是刚打开的时候味道还是有一点重的，然后整体就是有一种廉价感，就是塑料感太重。但是考虑到价格也不贵，放一些东西，毕竟它这个隔尘嘛，所以更加卫生一些，然后也很能装，可以让桌面更整洁。我觉得从这些方面考虑，对得起它的价位吧，只能这样说。然后它后面呢是一个 micro 的这个充电口，然后充一次电，你的镜子也可以用很久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提兜，就你也可以很方便的把它移动，把它提到不同的地方。哇，女生真的很需要一台这个，因为毕竟我们的口红多少支都不嫌多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讨好你的女朋友，你可以把她的口红盒给装满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宿舍好物的推荐，我觉得还是蛮多实用好物的。那当然了，既然是宿舍好物，我留着也没用，所以呢，还是老规矩啊，如果你觉得这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，那也可以啊关注我们，并且私信告诉我们。当然啊，先到先得，证明你即将开学是一名学生，那这里面的东西你可以优先挑选啊，先来的先选，送完为止啊。所以总共1、2、3、4、5、6有六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。那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就赶紧行动吧，记得小手点点关注。好了，我是伊娅，这里是伊娅的欢乐开箱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